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哈，旁边有那个鱼丸的啊，鱼丸的啦，好，啊，今晚咱们行入去就是咱这个，咱永联寺，永联寺的。啊，这条就是要去，这条要倒啦，石头花，石头花啦，哈、啊，阮这边石头花哈、啊，哦，这店嘛袂少哈，有迄个谢老三卤味哈，还、啊、有这个，哦、啊，东山鸭头哈，哦、啊，真、啊、济啦，你爱直接来遮坐，你就知影遮伊个物件够济，哦、啊，这嘛有迄个鸡校长哈。啊因为绩效涨，我这边拢对，啊，还是一个面皮起码足大个吼，面皮点啊，你冇个卖面皮，一般个传统市场就是有个物件遮拢有啦，哦，我只后壁遮就挂一个衫啦，衫类吼。冬天的衣服哈、哦，你看那个，啊，即马大龙，即马拢开始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愈晚人愈侪啦，夜晚人越多，即马迄竹仔台，哦，迄过年的，迄竹仔台一定囡仔一定生甲乒乒乓乓的哈，迄竹仔台看哈，哎，传统的市场拢有这款的好处。你想会到的，恁家想会到囡仔的啦、大人的啦，吼拢有吼。啊，而且嘛有迄臭豆腐的吼、哦，哦，这种臭豆腐嘛，叫做什么？狗皮口臭豆腐，这嘛，这嘛袂歹，吼、哦，就好食的吼。这就是咱的这个永联寺头前这个菜市啊，按市啊就对了，啊市啊啦。讲就讲，也是啊。